紫薯香芋糯米糕，软糯拉丝，颜色好，吃完一盘还嫌少。紫薯香芋蒸成泥，白糖牛奶加一起，捣成糊糊就可以。雪媚娘粉放一包，开水冲泡要记牢。紫薯粉粉加一勺，翻拌均匀有必要。垫子撒上熟高粉，揉成面团很均匀，搓成长条压成块，馅料挤到中间来，收口简单捏一捏，整理平整馅来切。想要颜色不相同，紫薯粉要加的浓，做成这样很成功，色香味美比芙蓉。